即、这个第三项引经证，哦，咱即个文阁读一遍啊，啊，即毋免读到遐。即嘛，复有多相成立如是无分别地，贵傍生人天各随其所应，定殊心于国，哦，喜其非真实。第二就讲有过去书顶梦想而应中。虽所言非实，而经常成就。这对这第三下，若义义性行，啊，无无分别地，若处无复过正德不应力呢？再来来看这段文是啥？比如讲第三，自相应，迄、那个无颠倒地呢？啊、哦，这个相应、自应的这个无颠倒地，比如讲，若诸境，若诸境上有是有，啊、哦，像这句就是讲诸境上义是义，系自性，系别性成立安尼。啊，自性即摆即句咱个读一遍哈，着诸境相安。这诸境相是六尘相，是有。咱看到迄个有是实在有，哈、啊。咱看到即个有是实在有的话啦，好、啊，安尼叫做诸个别的别性拢有成立。即摆再另加一个别性哈，因为。众生不动性，也是讲诸事物不动性，啊，动物不动性安尼。啊，你若讲这种不动性的性是有的话安尼，好，安尼读起来可能这篇较好解安尼哈。已经成立嘛，成立讲伊都事实都有。啊，有就是啥呢？缘起性是空的，啊，再如果你若甲当作有，啊。成立已经是有，那就应该无有无分别地安。因为这个无，那么迄个有，迄、那个那是有得着，啊，这无分别地等于就无安尼。因为这无分别地根本地的实体，啊，这别性是非有。现在这段就安尼来开了解，别性是非有。像人的个性无同，啊，跩个性是罔变性，迄非有，迄你将来爱净土，个性爱净土，但是较露现迄个法界无分别地安尼，啊，跩法界无分别地是实有，啊，跩个性是实无，哦，读过麦哈，读过麦，那是告诉讲在有的是实在有啦哈，安尼迄个无分别地。法变无有，无这个分别地安。俺看有两句文，看有无？翻过来再看一下。哈、哦，或者是无分别地，唔是通达无有的真相。像咱正无分别地，就是要去通达世间诸相是无有安尼。因为这诸无分别的去通达诸相是无相，啊无相是非实。对你今仔日有证悟无分别的，你才有可能去通达迄、那个无有的真相是缘起本空。看一下哈，所以即马即个叫做幻是颠倒，因为即个是。这个诸相，你若讲，较早讲这诸相是颠倒，还是讲你今仔日若是讲诸相有，啊，这无分别地煞无咧，安尼变成，吼、哦，这个无分别地你也认为讲无，安尼叫做颠倒啊。啊，其实无分别地是实地，啊，就是实相，啊，是一心法界。啊，咱若知安尼是叫做无颠倒。啊！你若将诸相非实，甲当作实安尼，啊用诸法非实，甲当作实，安尼你即马你本身就家己颠倒出来。
安尼敢读会出来？敢听有？敢听有？有哈？诸上非有，你较会当知影有分别的。啊，诸上若是有，都无分别的安尼。就是即个有就敢无迄个，都无迄个个无分别的。啊，看有无？透露出来吼，透露出来，所以迄就是讲无分别的，毋是通达无有的真相。你今仔日若是讲，你个认为讲无分别的，毋是通达无有的真相，安尼叫做颠倒啊！吼、哦，凡是颠倒啊！啊，再个读了下一句哈，这个无分别的那无啦。啊，所以咱无迄个根本地，那是无，因为迄个根本地和咱的佛性有相关嘛，吼，对哈。那么无相佛果的正定，说海啊，说不相应，哈、啊。所以无分别地是实地，所以迄个佛果咱该当正定。啊，那无分别地非有的话啦，哈、啊，那么咱就可能未成佛安尼。啊，读者就白读个啊！敢听有？就是不分别地是不变，啊，诸相是多变，所以诸相非实，多变无常。不过这个不分别地哦，这个是实体，永久就是安尼，就是法界中唯一的真体性安尼，就是有法界中唯一的真体性，所以咱将来开始成佛。因为这个是那头前讲的是迄个家乡地甲成就无分别地，啊，甲后来后得地嘛，所以这无分别地应该是实地，哈、哦，这句话大概爱安尼读，看得出看得出来呗？我安尼讲看听有无？听有无？点头无几个哈、哦？应该安尼是看有较对，我安尼讲过就看有啊。哦、因为佛果是将无分别地正真断灭而圆满的，啊，这个读就知影嘛，哈、哦，俺都知影。假如这个因为佛地佛果、哦、是将无分别地离开我伊的真相，啊，但是要开悟真相，当然爱断灭啊，断灭唔靠可能开悟，叫做断灭正真嘛，正真就是正迄个无分别地。然后渐修，修到初地、二地到佛果的这个妙觉，安尼叫做圆满嘛。好、哦，现在这是比如安尼来，所以既然有佛可性啊，当然就有迄个无分别地可得啦。这句是勉强个勉强讲啦，但是无安尼讲可能袂实，无迄个无分别地是咱的自性地，无迄个地甲实的问题嘛。啊，不过无安尼讲袂实，所以咱今仔日渐自修，哈、哦，见到。就是正我无分别地嘛，啊，袂使讲得无分别地，啊，若讲得无分别地，就是等于咱有失去无分别地嘛，安听吼，所以即个文字上无安尼讲袂使就，吼、哦，所以即个就无分别，所以有无分别地，哈、哦，就是可见是有的有。等于无成立，实在有诶，即个有是无，就是你有开悟无分别地，你开知影自上缘起安尼，自上诶缘起，都是缘起有本来无安尼。好、哦，迄日机有那个叫做有，好安尼来较好认同哈，所以叫做可见实有诶有啦哈，实有有着咱看会到即物件。迄、那个叫做实有的有，哈、哦，伊应该都无成，因为你知影你已经开悟无分别地啊，你该知影在诸相缘起本空安尼，哈、哦，安怎哈？那么头前有安立无有，诶，这个中，啊、哦，无有中了哈、哦，但是就是假讲咱所缘的这个有。如果那是真实的，那众生可以不由用功就直接解脱了。像你安尼个概率都较详细，
哦，前头前头前已经有安立到这个思想无有，哈、哦，就是讲所缘的有，如果那是咱所缘的这有，目睭所缘这思想所看到这物件，如果那是真实的哦，那么咱众生都唔免用功，就当这个解脱啦。就是因为咱众生执着非有即有而作业，所以咱惊较未能解脱。哈、哦，因为你执着在假象当作真诶嘛，啊，你即马你执着来了，你就为在假象作业，安尼当然你未当解脱。但是，不过你若讲思想是有，思想是实有哦，那么众生都唔免用功啊，你用功要创啊，哈、哦。啊，无用功，你就唔免用功，你就会解脱啦。所以我咧讲吼，今仔日众生实在是，我讲真正是真落差就对啦。有想讲要成佛，啊，无在讲要成佛的基本条件，你爱对对一点去开始努力安尼，对一个所在去努力。好，啊，你若讲无努力，就会当成佛。系啊，安尼即个叫做啥呢？所缘的有如果是真的啊，那么众生得当然，唔免用功得当解脱嘛。那有晓空的，所以佛陀讲修三大阿僧祇劫，就是要离惑正真啊。算唔是安尼？最初在离惑正真，来个行大慈悲，到平等成了，个行大慈悲，到救度无量众生嘛，因为成佛。所以内底讲分者，第一阿僧祇，第二阿僧祇，第三阿僧祇嘛。伊也毋是讲简单，迄个佛伫涂骹捡，也是伫个草埔仔骗着呀，吼、哦，毋是不来不咯，是成就个人，成就冤家甲庙家个境地哦，迄个爱修三大正气嘛。但是当然爱先去诸上个灭尽嘛，去除五所个五甲五所嘛，吼、哦，这是安尼讲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将缘有个梦想。是无真实的方便来甲讲安尼，这个有缘有，去甲从佛法中甲咱讲解，啊，去甲了解这个有是妄想，哈、哦，而妄想是无真实，因为这个外缘的思想是由内底妄想所生嘛，就由安那遐小这个相分甲生外有的这个相分，比如你今仔日你的人生做安怎？这非识，非识就是对妄想所生出来。啊，你的品性生做安怎，也是对妄想生出来。啊，你即马就爱净除妄想，净除妄想，你的品性就单纯。啊，你若无净除妄想，你的品性真的袂单纯。我无骗你，我那款在气压压，哈，啊，足贪足心的，无道德安尼啊。所以，迄个相分的有，甲变现，今仔日外相分的有嘛，迄个叫做妄想，安听好不？哦，那时候这个不是甲咱画图互咱看嘛，内底这个业识内底那是有物件有垃圾，咱变现的人间都内底都有垃圾嘛，像垃圾就地缸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搁再来就是轨道嘛，啊，搁再来就是畜生嘛。啊，甲人间的这污染，咱个人内些污染，甲变现外上的这个争夺的污染嘛，算不是安尼？今仔日改成伫迄个微识学内底有讲到嘛？今仔众生的这个不是，嘛是咱内心的不是，迄、那个污染性甲变现外境的污染性嘛。假使咱今仔已经清净啊。当然都无大地只不幸的代志嘛，吼、哦，譬如讲在东南亚这个水灾，嘛是因为工业污染的工业所变成出这死亡的人数这侪。啊，若无这大地变净土，大地要变净土，就心清净，大地才能变净土嘛。譬如讲，讲有说讲世界大同，世界要大同，同一体性，咱来觉醒。咱迄个发心性的同一体性嘛，假如你若无觉醒，迄个发心性是同一体性，讲根本地同一体性的话，当然有分执、我执、你执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事者相，
安尼来都大地都不平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若今仔日知影讲众生的根本地性是同一体性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为众生牺牲，你都欢头笑面安尼，因为众生与我同一体性，等于我就是众生，众生是与我同在。啊，你哪有分清？啊，安尼到底，大家人拢安尼，世间绝对和平。这熟悉的代志啊！啊，你若讲污染，就分出人甲我不共。好，啊，我对上够遮济人，啊，即马你就自从别人拢当作歹人，开始就无啥啥。好，啊，所以我即马要讲哦，讲你只要你净度业性，而且无畏性，安尼会搞掂。我甲你讲，你现出一种清净人。啊，清净人啊，以佛的境界来讲，佛就是清净人嘛。吼、哦，所以人家讲，在众生同性一体的根本地，啊，今一个把这众生当作家己的囝，吼、哦。啊，假使讲咱今日由佛陀讲，讲众生拢是佛陀的囝来个讲，那么咱就是，那讲有分别，就是兄弟姊妹嘛。安尼讲对，啊，对哇、啊。啊！你讲对待家己的兄弟、手足、姊妹，你敢袂使讲无牺牲予对方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今仔日若无达到迄个水准的话，你就无可能安尼。吼、哦！啊，你若达到迄个水准，你为众生努力打拼，我你讲死，你甘愿甘愿都对。反正众生在我在众生嘛，啊、哦，都分成一体性安尼。啊！你算不是你今仔都修行非常的热心嘛？啊，这大地都变净土，都无纷争嘛？啊，所以这问题目前是无可能，是到莲花三昧才有可能。哦，这是佛经都安尼甲咱讲嘛？哦，所以即马来哈，梦想唔是真实的方面来甲讲哦。所以靠有成立有相，是无异相，叫做有相。到世间的自由实在是无，是业色变现相。哦，敢那有，啊，到有就实在，就人就未死啊，人就未有出世间五年了嘛，变化多端。哦，迄就是无常，直接经过了后，出世来婴儿来儿童来少年青少年，哦，中年老年，安就变到连咪死去安尼。所以唔敢讲初心无常，哈、哦，啊，佫再来世界无常安尼嘛，好、哦。啊，国土为切，唔靠有再发起个出吼，所以今来在给讲啥？这个无分别地无，福果是袂当种的咯。你若讲讲无分别地，有那含迄个诸相的无吼？啊，咱修学中迄、那个功德的累积，都无成佛啦，哪会成佛？但佛陀唔是安尼甲咱讲，佛陀是讲，我一达阿僧祇劫安怎修？啊，第二阿僧祇劫安怎修？啊，第三阿僧祇劫安怎修？修我证无上正等觉的，安那都是三藐三菩提。啊，你要讲无吗？应该是有哪有，在思想方面讲有。在《金刚经》内底讲，我唔是无常地，我都会成佛的，是因为咱按照六波罗蜜来正常因的。这《金刚经》观啊，佛陀都只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咱不如你袂使，无闻分析袂使，哈、啊。所以，唔靠一个文字拍字啦，思维拍字，甲实修的拍字出来，一定爱正常缘，哈、哦。所以，咱整日用五个来讲，就正常个啊。你无努力，真正无可能成就，哈、哦。啊，无安尼乞食落汉，大家嘛拢会成就，哈、哦。迄牛头马面，迄世间的气蒙蒙，迄嘛拢会成佛啦。但是还佫远个，会成佛是无唔得有福相，但是伊爱修，哈、哦。啊，那地界还嘛是会成佛。但伊业障除了后，搁再爱正常人的修，较有可能。啊，无只罗马气山，只一大堆人，一大堆在野性的都对，含动物相像的野性啊，因都那成佛。但是哎，伊若无迄个野性改较单纯，伊那可能成佛。哦，安尼应该这个道理大家清楚，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今嘛进来在甲讲，那是甲讲。无分别地是无，福果是袂当正的，所以将无分别地
是真实的方面来甲讲，而且无分别地是在讲，也是智慧啦哈，妙智慧，安怎样哈？啊，那么成立有常是无啊？是从无分别地的真实方面来讲，是成立无分别地是有的，迄叫做根本地，咱人的自性地迄个是有确着。啊，有够对，不过即卖人拢卖物啦，吼、哦，卖物是安怎呢？迄、那个自相的本相吼，拢全未记一碰见了去。无个人安尼斗争，安尼冤家相拍，安尼害人、害人、无啥啥，吼、哦，啊，正来即句哦，吼、哦。所以正来在讲生理无分别地是有，所以国以前面来讲意义并无相违，头前则意义并无两款。我答阿恁会那思维，吼、哦，即卖来啊！地主在菩萨是现界的果，如欲得定性，得定者容易，成就感得者有地，得定者思维一切法如其该显现，无分别地，无分别地性，思维该不现，吼、哦，动地有无异。有处有不舍啊！那个再讲第四点叫做专地专妙地，哈、哦，这么一句话也是讲专色性地啦，就是迄个专白色，成为清净色，大概差不多这个意思，这样叫做随专妙地啊呢。随专妙地，即马咱去学法的人。学佛，你唔得怎讲？即个诸相皆非，吼、哦，有而实无，啊，这样你就无贪着嘛。无贪着中间，较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，当然你见学即修安尼，我学我即就修我即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你世间的即顶根上，譬如讲金钱、官位、地势，安尼来甲讲，你卖贪着。但你若福分有大来，前世因果有大来，你就接受。无大了嘛是袂遐紧，啊，下当生活好啊，较安静。因为你有计带一寡这个资上的这金钱来，你等到麻烦，我无骗你。安怎麻烦？你就安尼计较，安尼算账，安尼投资，安尼计划，规心拢控制，好在物件控制掉了。所以要叫你修行吼，你讲啊，食了较讲，有就食袂了就翘去啊，哈，啊食老了，系啊，死啊。一个迷失一世安尼，还得着啥？无啊，好家人得着啥？吼，搁再一个问题，讲为你为着得，啊，开始做无良业，就变失嘛，算不是安尼？所以这上大法是安尼啊。你第三我问啦，有诶生着囡仔，查甫欢喜个，大汉啊无啥啥，有诶地瓜金钱啦，佮产生其他诶即个祸患出来，吼、哦。这种些就看未透，这无常物件是对待法的。但恁即马已经知影，当然转色，转迄个第六意识分别色，甲第七色的五执色，安尼转，这个有哪会当三种问题成就这个无分别地，就叫做随转妙地。随转妙地了吼，这个佫会当讲啥？第一叫做得心自在的菩萨。地心主宰菩萨，这里是经日有跟咱写十菩萨的十种主宰，第三叫做心主宰。不过凡夫未主宰，凡夫按照凡地凡性，应该大家知影嘛？好、哦，你讲看一个囡仔计较差呢，爱食个水汪汪，啊，这么用去个弄条弄饼，哈、哦，这有主宰无？实在伊啉酒无主宰，今仔开始做着这个惨无人道这代志嘛？啊，今日众生就是有那像罪人肖像，安怎讲呢？对也唔知，无对也唔知。啊，那是有得，就是一种欢喜心；那是失，就是一种普龙宫的这种歹看面的心，好不？叫做患得患失，这个叫做无自在。啊，像这查甫囡仔欢喜个，内底一个人往生，就伫个心内个艰苦个烦恼。这种叫做性别的中间，伊无彻底了解，今开无自在。金钱的事业的成功，伊欢喜，就搁开始作业，作业伊就搁失去，所以这种无自在。但咱这么学法，学甲心会自在，
这款的菩萨咯，哈，主要是要讲这個。啊，当然，这款心自在菩萨你不当看，你嘛不知伊心地到底目前是生做什么款的心。哈、哦，菩萨一间游烦到这个国土未平静，啊，游烦到这个啥？有游烦，未当无游烦咯。游烦到这个大地有各种这灾害，啊，就想方便怎样来解，看会当处理完善了未？好、哦，卖这个灾害中来受害众生真济安尼。菩萨讲唯有这个慈悲念尔，好、哦，啊，伊个人是较无要紧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叫做得心自在安尼。但现在对有殊，这个款会当得心自在哦，得爱有殊胜的观照，啊个理解力安尼。啊，那观照伊就讲讲这个众生作业，到尾所对落的一个苦惨的环境。啊，甲人间多上半世作业，下半世受苦，这款代志，伊拢常讲，这是有一个因果律。你做什么业，受什么报。但是现在就常讲，众生因缘无常讲，这诸法是因缘法，吼、哦，强求较来作业。吼、哦，现在这凡夫唔知，但是菩萨知影。菩萨知了，这个叫做先有爱有观察因果力，啊，第二观察缘起法。啊，即话即个菩萨怎讲？诸法缘起，搁再是因果对，较低众生甲教育，互伊去理解到即个问题，吼、哦，慢慢开始转安尼，即叫做观照力，啊，甲理解力安尼，迄解力叫做理解力。所以即内底有一句叫做有信解行证吼，你今日要修甲有一个水准，吼。哦今日佛弟子吼，你若无透过这四样哦，根本你惊佛乱，还是惊假啦哈？因为你爱相信佛道吼，是为最伟大圣者，这不可否认嘛，是佛家中最伟大圣者。但你爱信的啥？信的法，因为佛道伊的大慈悲道内，这是要爱众生同生一体了，未来拢解脱。你绝对看经藏安怎甲人讲，你相信，但是相信唔是白信的。讲我相信，我相信三宝，空空讲一句话无效。你即马来，你就讲佛陀是要安怎样甲咱教，教咱将来会当了解。即马当然你经典来啊，研究。啊，你研究你就会了解嘛，了解你就爱怎落去行。比如讲菩萨都安怎修起来？二乘的这个阿罗汉安怎修起来？也是讲辟支复杂的 NQ 安怎修？你一定要有一个了解，但爱实际的度无明。啊，由八正道来去修行，八正道你修法，你就成就阿罗汉道嘛。啊，搁在十二 NQ 的度无明。吼、啊，你唔通搁一世人无啥啥，啊，掉啊做唔掉啊做，搁无要听经闻法，你要得到啥无啊？所以你得爱实际来行。较有可能开悟正道安，啊无你是要修啥？我问你，你这个听书你拢总唔捌？你讲你是佛弟子，迄是你家己去讲的啊？有诶讲人家叫居士，伊欢喜欢喜，伊都唔捌居士什么意思啊？吼、哦，所以我咧讲重要一次啊，相信佛陀的经藏，了解实行，啊，才会当开悟正道。这处处都是安尼啊。啊！你根本拢总唔捌，用你三宝地主是你家己去讲。什么人要承认佛陀无承认？吼、哦，规定三宝地虚化化，唔知创啥？别创啊！我讲话是比凡夫较不如啊！我甲你讲真正，看来这个嘴都足未向修出来。吼、哦，很了解吼、哦，所以你今仔只相信是深信还是疑信，这嘛搁一个问题啊！好、哦、啊！你深信，你无经过经藏，哪会当达到深信？无可能，哈、哦！叫好哈！好、哦，所以是，比如讲，令如伊家己的心念所兴趣，即约叫做兴趣。好、哦，即卖伊是甲解对安尼啦，哈、哦！想要伫大地顶，哈、哦，啊，就讲其他的所在，要甲变水火。吼、哦，伊拢会当变出来。他们都甲咱讲过，比如讲，这个所在抗旱，伊要甲落一个大顺雨，伊拢菩萨拢会本事，唔免得灵王。安、啊、听无？唔免灵王。
吼、哦，这叫做灵变水甲灵变火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是菩萨本事安尼，地上菩萨会当安尼。啊，咱凡夫袂当，咱凡夫唯有求尔，别讲求灵王。啊，人菩萨伊本身唔是，伊要水就水，要火就火，要火就火安尼。吼、哦，即句话就讲安尼，所以拢会当成就，所以就是在声闻中哦，声闻在罗汉道啦，吼、哦，啊罗汉道也当得定。迄、那个阿罗汉都得定的，这个修行者呢，就是已经证罗汉果，这种的人无奈会当做到安尼，做到这部功夫，不是干那菩萨自在的菩萨会当，是罗汉都那会当。所以这个来第二点，就修毗跋舍那而成就甘德的菩萨。啊，这毗跋舍那另外一个名叫做毗婆舍那。另外一个名哈，这款的，这款吼、哦、就是管啦哈，机管的管，起码这是要变现的管费啊哈，不是机啦哈，这是管，要注意哦。即另外修持啊，就讲定中就对，定中搁起观照，所以叫做止观哈。即嘛，即个呢，伊会成就甘德的菩萨。甘德讲非随随了解安尼，唔免得安尼思维啦哈。譬如讲，你伫定中起观照，啊，即个搁非生出来就是佛法，而且个搁正义，伊就随怎样呢？哈。这么，这因为伊会当变智慧啊，的本事哈，头前遐是安尼，这叫做菩萨有智，伊是已经得到定的人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智观，智就是这个禅定的定了哈，啊，智就知识妄想甲起观照安尼，啊，若无知识妄想哈，你个思维这个是袂使叫做观，因为这个智甲观两种的意义伫咧。停止妄想，甲对佛法的观照，观照就要思维迄个义就对。所以这个佛法的义，所以讲真内底止观完修，完修是啥呢？最圆满的修行，哈、哦，就是成就安那得了三藐三菩提，即菩萨道场，思维一切法，而且伫这个止中生观照心，也是定中生思路。好，比如讲，咱今仔日来看，师父甲恁讲过，有的是修禅定，有的是修止观，安尼吼。这意义吼，有的讲修禅，我是甲看作无禅。这已经有甲咱讲过吼，因为止禅是思路，啊甲思维。吼、哦，啊，比如讲，你今日坚定起来看，看中间吼、哦，你卖拍妄想，你直直输入输入，卖拍妄想，迄、那个叫做定啊。安尼法语就生出来。啊，你若会呐看经典，会呐个杂念一大堆，我、啊、你讲你袂当得到先禅定啊。吼、哦，比如讲，你今日要看经典，啊，什么对啊袂做，对啊袂做，啥物啊呢？规个头壳拢短短，还有无啥啥物件？我跟你讲，你经典吼，一本经典，你看一世人，你都唔知讲伊个字是计讲啥话。我敢甲你讲真嘞，哈、哦。那么这里只管就讲，你先知识妄想，较起惯照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个含别个想象，这个含别个想象，但书是用这个。假设你今日去看经典，你若阁杂书安尼。一大堆无去做，你去做做，较来看，更较安静个对，还了解无？啊，比如讲，你今仔日八点到啊，你要看书的这个个节目，你代志提早看看就好。啊，若无你放下这个节目看过了去看啊，安尼迄个法义上你较看会出，若无你看袂出。吼、哦，啊，书是的，我无后面很少打坐了哈。但我今仔是由思维经典，这是什么叫做思维嘛？吼，嘛叫做正如嘛。
安尼啊。正如讲，你今日加看一本经，看这段，哈、哦，还是看这句安尼好。我跟你讲，你心拢爱其他这个世间事情拢放下落，啊，甲你正如本意。比方什么叫做性格形成？你落思维，思维你怎思维中，心就慢慢会沉静落去，好、哦。沉静即静吼，安静的静吼，安静自然心就静。诶，众生轻浮嘛，啊，你有浮法，互你心安静，互你心沉静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二拢会通啦吼。啊，所以一个讲袂晓修，袂晓修，你来看经典，安然自在去看经典，哪会袂晓修？真好修啊，哪会袂晓修？吼、哦，今日讲结束的中间是说打妄想，啊，若无得开始要分定要困安尼尔嘛，两行路啊。唔该讲，啊，我册拢看无，你都无用心啊，哪会册看无？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即卖这些叫安尼啊？即卖来思维一切法，令如意该现啊。吼、哦，即卖只是个用语，安怎样？思维一切法。迄、那个真如理体，即个意义，也是讲诸相的有，我那可以甲讲啦吼，拢会显出来。你着知讲世间的这事事物物，甲人的性命本来无相，千万唔通做唔到安尼。做唔到，死去了，又搁有地甲饿鬼畜生，通好这条路通好行。吼、哦，你着思维啊，啊，所注意会记住，你若要得法，一定要安静思维。你若无安静思维，你袂当得法。好、哦，咱即马讲呢，大地诸事上的乱，咱来讲，就是个人自私所影响出来，系这个问题嘛，无开遐乱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讲大同世界都无乱，好、哦，大同世界都讲众生同体现了，你就知讲，属于甲众生同体，安就袂乱了嘛，哪会乱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大慈悲道伊个重点是安怎？清净国土。救拔众生安尼尔嘛，两项啊。清净这个大地，这个国土，因为众生这十位的心，它普遍十位语言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自私恶暗嘛。啊，那是清净心都无安尼啊。吼、哦，即马这拢会当思维，这个相关的这个法义上拢思维出来。啊，那无都不啥啥的。所以佛弟子，你若是无得烦恼，我甲你讲，含一般烦恼并无差别啦，你也知影。吼、哦，心乱咯，你嘛是为着金钱含人乱，为着为买含人乱啦。那会当讲无呢？因为你这个本来这个百姓来，这个充满还污染嘛，那也袂乱。吼、哦，啊，你都袂晓修，袂晓修，就讲你安怎有净化呐？也是个在物件嘛。咱人这个。白相甲白相吼，这都有甲咱讲过。本来古有的是清净嘛，吼、哦，啊从无始以来较受着污染嘛，再来得着啥呢？贪嗔痴啦、杀盗淫啦、恶口、奇语妄言，两色的再太过品行啦、太过心嘛。啊，当然你有这个垃圾物件，哦，咱就甲咱讲，什么款的香薰？就变什么款的外境的相分嘛？好、哦，外境的相分啦、啊。心底那是无善良，就是垃圾有贪嗔痴的话啦吼。你变现的外相来，这所表露出来，你的行为上就贪嗔痴安尼念嘛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告诉你今仔日修学佛法的人，你若怎讲，注定是对这个所在个净土。哦、对这个所在，这个内色，安那一些相个净土，对外境的相分都无啥物件。安那大家拢样，你说，所以你免看别人个要修唔修，你家己讲由你个人做起安，为家己，我个人做起。好、哦，你嘛讲，别人我要修，别人唔修，啊，系因道代志。安、啊、听无？大家人来讲，我家己修起安尼，我跟你讲，大地就平，就带动啊嘛。世间就变净土啊！
吼、哦，就是问题出在这相分，这叫做污染分嘛，吼、哦，这叫做垃圾经济。比如讲，你有垃圾的贪，有贪进度，你有亲卫生，卡袂着就受气，就去问题就小台湾个嘛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有无耻心无明，就是对甲唔对，你家己也袂通了解，迄叫做无耻无明。啊，了解吼，所以有那时就爱正见，唔敢修行，啊，不要修啥呢？我讲你念佛就好，念佛就好，唔讲讲念佛会当达到啥物，还是对自己念，有得讲无啊？吼、哦，念佛会当安怎？啊，修学的起点是对对修，吼、哦，听个都搞不懂啊！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再个讲等哈。迄、那个个，如譬如讲念佛，怎来讲？迄、那个念佛念到定，即卖伊即个另外一种个法语啊，吼、哦，安尼都佛机，佛的有啦，显上出来，迄个叫做有上显度，你看呢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佛机显上的佛有，佛有佛显上。不过这款物件吼，念佛就念到一心不乱咯、哦。唔过即个念佛吼。叫做想念佛，这句话叫做观想念佛啊。这念在啊，你若讲加字靠一边，靠一边，迄、那个有哪叫做念佛哦？这字是较无适当，不过这个叫做起名哈、哦，这个叫做起名。爱分哦，错呢？你发语上讲讲唔对哈、哦，你家己也收唔对啦，啊，你讲讲唔对。啊，即嘛即二念是观想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咱这个观想不准，想念不准即二念，咱都无讲啊。这个叫做意念嘛、哦，意念，啊，那无得观想，这字拢爱讲分得清楚哈。观伊个想啦吼，啊，这是想念的念。这个就变想念，啊，这是观你的相，安尼，这字啦，无讲无好，你家己本身糊涂，讲的人糊涂啦，啊，将来你嘛修无，啊，真正用嘴念就是这个嘛，再个苦嘛，这应该起念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这个嘛，念到你家己内心一心不乱安尼，啊，那十念是十。十一念佛，啊，迄七念是七一念佛安尼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字拢爱清楚，字若无清楚，你家己本身修也袂对地，啊，修袂对地，你佫共加出嘛袂对啊，所以一定爱深入经藏嘛，哈、哦，我今来对我讲安尼哈，迄、啊那个有福，福的有现前，有福相现前，所以就变安尼。但是怎啊讲思念，你若是思念唯识性空。现在这句就讲这个啊，哈、哦！你若思念这个卫生哦，这个卫生内底在自发性，就知哈，在垃圾性在，伊本来无的，在，哈、哦，在垃圾性分本来无的安尼，叫做卫生性空。啊，那有人就吃力啦，有就是原始的有，因为这微色性这物件会变作地界，变作高贵，变作畜生，吼、哦，这是有甲咱讲过，啊，是人间这不停的代志，拢这是在变作强业啦、弱业，拢在变作，这垃圾物件变。但是这个无实在，因为这个无实在是原因啥啦？你若甲修得清气，啊，你若买个甲做咧都，你若个做咧都个污染安尼。好、哦，啊！你若卖做修，伊就清气安尼。唔能够做嘞，所以咱袂使杀生啦，袂使盗偷，袂使邪淫，袂使妄语。哈、哦，有得就讲最基本的讲，悔改卖做叫安尼，叫做悔。好、哦，啊！你今日讲有啦，我有去听见，我有去问法，可是你内心都无啥啥，啊！这物件都改袂过。好，比如讲，我卖讲这啦吼，甲恁讲，来到工厂卖上市场，你解决未？就是无净化，你若净化就未。啊，你若有净化，你发语听都听有，
啊，若无上，你来遮着去讲一寡私人诶代志，迄对恁都无益啊，对讲全体人嘛无益。吼，啊，你都改袂过，我昨下伫遐徛着看恁遮南将几啊个讲话嘛。啊，你讲我有去讲女将，较早是女将足够诶哦。但我今日是无看你这边来，干那这个代志叫恁改，恁都改袂过啊。就是这个，这阿南也是有污染的成分在内底，叫做坏分子嘛。啊，恁得家己去净土，啊，我叫恁不断来拜佛，不断拜，要净土那无简单啦，咱讲真正。啊，无净土你破戒都袂现啦，因为迄个空的空就是咱去讲这个啥根本地啊。在即个拍这会，拍这地嘛，啊！你在污染性啦，无净土，迄个拍这地哪会生？好、哦，即后壁佫讲，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得较注意一下哈。所以进来得讲，爱去思念即个唯识的性功体。所以我甲注意讲过，唯识较你若无恶吼，你绝对修无行，你毋通对得起点。吼、哦，你根本是毋捌啦，所以。这本《涅槃经》论也好啦，过去讲《大乘起信》也好啦，是讲八识归基上，在伊个重点在地讲这嘛。你今仔日若无净土，安那也成哦，你来破这地袂生，啊！你要学啥？所以为咱轮回一世一世一劫一劫，根本都甲咱讲无法当离苦的得，无法当离苦的咯，都唔知这个修行的主点在在怎样。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进来，对佮讲，即个就是即有唯识性空的异象表现，就是迄个法性表现出来。但即个异象是讲，你若要甲讲无，我那袂使讲真。像即个法性是应该阿赖，即个个如来中，虽然是讲空性，毋过有如来中一个名，都应该有迄个真实相。即嘛，即个是安尼吼。这个是永久不变的真实相，即个咱人个人的即个含佛陀当顶上即个法身嘛，吼、哦，虽然是无看到啦，是无相啦，吼、哦，无唔对啦，无相，但是无相啊，无相，吼、哦，非相，但是有那非相。这佛经就有这两句话嘛，这物件无相，因为伊毋是你想的，叫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吼、哦，相当这两句，不过迄两句你发落去一下，伊是无相，但是我那袂。我那不是无相安尼，好啊！你今仔日若无净土，在即个未现，要注意哦。污染是甲你蒙蔽掉，你若污染，你无净土，咱人的发心啊未现出来，所以智慧未开悟。啊，这个名相非相，不是诸相之相，但是我那无相，我那不是无相安尼无相，好、哦。有一个叫做实相的空性实相，安尼，好、哦，这点爱我那爱清楚哈。所以进来对，迄、那个唯识性啦空，对，迄业性啦空啦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异相即现安尼，那么今天呢，菩萨无分别地现前，迄个现甲讲现前，都普现啦。譬如我咧讲吼，性叫做啥？开悟自本性啊，安尼。现前就开悟自本性，所以禅宗讲开悟自性，以后开当见性成佛安尼。因为这个有一个加行地，啊，甲根本无分别地，啊，后壁后得地，这个都三个次数讲出来，啊，无你变哪成佛？成佛啊，较要紧啊！我咧讲真正。菩萨知影无？哈、哦，最近来底甲讲安尼啊，无分别地现前就见我诸相啦。所以迄个时阵唯有一味，一味理在诸虚论，
的无相法界相应如如。比如讲，咱今仔日含这虚轮是拢总吸掉掉，安怎叫做虚轮？就世间的诸法，世间诸法你会贪着，贪着名，贪着位，贪着金钱，贪着家庭，贪着母囝安尼。哦，这个叫做虚轮相。但是这个有一味的虚轮的无法无相法界相应，就是迄个个一真法界啊，迄叫做根本地一真法界哈。所以这个在讲自由界不停，就讲你未去接触世间的这自由相，你若个接触了就害啊，唔个开悟绝对未接触，啊未开悟呢，绝对会接触安尼。不过慢慢减少味欲来哈。所以这个叫做啥？过低无有余，开悟自性实相无相。那么你就知道世间的这有相，还是缘起相安尼，无实在有哈。所以所处的有，既然都无，有处也无能处的色，无能处的色就是迄个贪嗔痴嘛。你就知道种世间的诸相是缘起相，变化无相。那么你就别去贪着。迄个开悟后，你内底无贪嗔痴，你那个无贪嗔痴，就未来做一切业。啊，咱众生会做一切，不是贪着世间的诸相，才做一切业。哦，这段是讲安尼。好，弥勒尊老啊，好。